直播美味秀、啊、我们先让安迪秀呢跟我们打招呼哦、啊、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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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好安迪秀今天呢等一下给大家看要煮什么等一下呢给安迪秀先把第一道菜呢蛋先煎起来哦妈咪煎什么黄豆蛋哈、啊、黄豆炒蛋哈、啊大家傍晚好，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多少啊？叮叮叮叮！今天安迪秀呢腌了鸡肉哦，等一下你们猜一下他要煮什么鸡哦？这边鸡多少啊？这边鸡多少？阿咪，这边的鸡肉多少？一斤肉。这边一斤肉的鸡中翅哦，大家等一下猜一下安迪秀要做什么？我们先不要先讲，先不要跟大家讲，等一下先看是要煮什么哈。把油烧热哦，安弟秀讲他要先把黄豆炒蛋呢先炒起来。大家傍晚好，阿碧、永凤、Connie、Berry、丽，大家陆续上来了。我们呢四粒鸡蛋下去呢煎一下，两粒鸡蛋，然后两粒鸡蛋呢一罐哦，一罐的茄子豆哦，这是 tomato sauce 的那个 big， 那安弟秀喜欢吃那个 Yours 的牌子。特别去买用的牌子。Hello, Lai, Sunny, Coco。哇 ，Sunny 猜你煮咖喱鸡根呢？蒜泥鸡耶！大家猜一下，弟秀等一下煮什么鸡哦 ？Hello, Leo， 我进来 report 啦。Hello, Auntie 秀哦，他讲 Hello 师妹 ，Hello Uncle 在新加坡看你们的 live 哦。Hello, Vivian, Wan Chen, Su Er, Vinny, Chen, Adeline, Florence， 还有 Anne， 大家傍晚好。Like and share， 艾德丽讲 ，and 猜是 fried Kentucky chicken， 大家猜你煮炸鸡，有鸡肉哦，给我给大家看了。Hello Lee， 阿 B， 然后呢，看到 Lee 也上来 ，Jenny， Joyce， 然后 Sandy， 大家傍晚好 ，T C， 给大家看一下哦，猜一下。刚才呢，给大家看了，这边是一公斤的鸡中翅哦，猜一下，等一下安迪需要煮什么？粉丝有猜蒜米鸡啦。炸鸡啦，这个腌鸟的，这个是腌什么？腌那个酱油，适量的麻油，适量的酱油、麻油，还有哇，盐，盐，三个调味料哈，盐、麻油、酱油哦，腌制呢多少呢？适量，腌制多久？不知道，早上腌鸟的，早上腌到现在啊，最少要腌多久呢？越腌越久，等一下腌入味。要腌多久最少？你啊，一个小时。早上做工腌住，晚上赶回来就很香了，入味。对，一个小时要哦，至少一个小时。腌越久腌入味。阿弟就建议大家呢，做工前呢先把它腌起来。我们先炒香了两粒鸡蛋。粉丝讲猜你要煮 lemon 鸡啦，肯德基啦，美英讲她也是煮鸡肉哎，你连大家傍晚好哦。Dorina 猜你煮麻油鸡 ，Ivy 猜你煮妈咪鸡，然后呢，还有什么肯德基？哇，大家现在很喜欢猜啊，麻油鸡哦，还有人猜麻油鸡，傍晚好 ，Green， 然后 Priska 六很入味哦。对，安迪秀早上呢去做工前呢，就先把这个鸡呢放了盐、酱油、麻油呢腌制起来先。然后呢？这边放多少的水啊？嗯，适量啊。放多少？弟兄刚才呢，炒香两粒鸡蛋哦。我放半杯啊。半杯，半小碗，半小碗的水。我们刚才呢，煎了两粒鸡蛋过后呢，就把黄豆，就是茄子豆哦，放下去。放点盐。然后放少许盐，然后还有半小碗的水，这样子就可以了哦。这样子呢，这个菜呢是我家小朋友喜欢吃的，可乐鸡，哈哈。Why do they uncle no 中中中？他讲 ，uncle 已经在翘脚看直播了。Pretty， 你不是去 KL 吗？星期三，星期三。粉丝讲猜可乐鸡哦，有炸鸡翼可乐鸡、妈咪鸡、prawn paste chicken， 哇，大家都很会猜哦。还有酸甜鸡、炸鸡、妈咪鸡。哇，还有炸鸡，诶，多数粉丝猜有炸鸡、妈咪鸡、酸甜鸡，
还有酸辣鸡，哎，没有酸辣鸡，酸甜鸡，看到酸甜鸡，可乐鸡，可乐鸡煮过了，这道菜呢，安迪是没有煮过的，所以大家也会更好的方向去猜。我们把第一道菜色呢，茄子豆煎蛋，哎，炒蛋哦，煮好了。这边是两粒的鸡蛋呢，先把它煎香哦，然后呢，才加一罐的茄子豆下去呢，给它炒香，加半小碗的水，盐呢调味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先一碗就准备好了哦。噔噔，安迪秀很久没有煮这道菜了，啊，慢好一下。这道菜呢，可以在家里煮哦，很简单，而且又好吃。妈咪，好了，今天第一道菜，茄子豆炒蛋。口里讲安迪秀有腌料的鸡够味哦，它才是麻油鸡。然后呢 ，Berry 讲是虾酱鸡哦。Hello Nancy， 傍晚好哦，分享哦。我们没有煮过虾酱鸡哦。然后粉丝猜 Lemon Chicken 哎 ，Lemon Chicken 有煮过对吗？有。啊，有啊，有柠檬鸡煮过了。这道菜呢，安迪秀没有煮过的。有粉丝猜是卤鸡，哎，卤鸡有煮过吗？没有，卤鸡没有煮过。虾酱鸡，虾酱鸡也是没有煮过。蒸，他讲 Steam Chicken， 蒸的鸡。黄酒鸡也没有煮过，哇，大家很会煮。有啊，黄酒鸡煮过。黄酒鸡煮过啊，黄酒鸡不是黄枣鸡。红枣鸡煮过，黄酒鸡还没煮过。哇，大家很会猜哦，卤鸡，还有呢姜酒鸡。哇，妈咪粉丝很会猜，还有猜麻油鸡的也有。有粉丝猜对哦，给明示一下。什么鸡都有，这样猜对的。一定会有人猜对，对吗？还有粉丝讲，你一定会错掉。美英讲她煮咖喱鸡，今天煮咖喱鸡。Christina， 芊芊，傍晚好哦。Sandy 讲，我今天休息不用煮，没有人在家吃，可以专心看直播，哈哈。黄酒鸡啊 ，Kenny 猜 ，Conny 猜黄酒鸡，黑狗鸡翼啊，黑狗鸡，黑狗鸡是拿黑狗酒来煮哈。Fried chicken wing 啊。芊芊，师妹晚上好啊，先心傍晚好哦。N 才是 Kentucky Chicken。Hi Candy， Lotte 上来了哦。Pretty and Sandy Shu， Hello Judy。我们先呢爆香，先煮第二道菜哦，还可以陆续猜。有粉丝猜对，而且这道菜呢是没有煮过的哦，往这个方向去猜这个鸡翼哦，鸡中翅。师妹，今天我煮江鱼仔鸡蛋。好，太好吃了，他讲。我们刚才呢加入的烧热油过后呢，加入适量的蒜泥末爆香，再把小辣椒末呢下去炒香，然后才把这个空心菜放下去呢炒。没有这个空心菜，肯定讲猜什么？就跟安迪讲猜 curry chicken。噔噔噔噔，安迪呢准备了1公斤的鸡中翅，里面呢腌制了适量的麻油、盐、酱油，腌制呢至少要1个小时以上哦。安迪就早上就准备好，就腌到现在了。哇，粉丝猜是红酒鸡耶，还有粉丝猜红酒鸡耶，一定是鸡，猜对吗？不是呀，鸡中翅哦，猜一下鸡中翅还有煮什么？安迪秀还没有煮过的。有粉丝猜对哦，刚才师妹，明天你今天下坡呢？我是明天下吉隆坡，明天可乐鸡哦，可乐鸡煮过了。昆宁鸡更是什么？黄酒鸡啊，黄姜鸡啊。Hello， Phone Stella， 今天才是咖喱鸡哦。三杯鸡也煮过了，李发，点上来了，大家上来了哦。虾酱鸡哦，虾酱鸡没有煮过，还有咖啡鸡耶，咖啡鸡也没有煮过啊！大家很会猜哦，有粉丝猜对。麻油鸡煮过了吗？对，我那天是真的老醋哦。放一点醋。还讲话醋贵给我。安迪秀讲哦，他今天特别放适量的醋哦，少许的醋。对，我吃了真的蛮好吃。有人讲啊，放醋不会黑，我来小菜。因为哦，有粉丝讲放醋不会黑，今天放适量的醋哦。那天我今天没吃也是不错哦。对，粉丝有猜是黑酱油鸡，虾酱鸡对吗？不对哦。看到是妈咪鸡哈，粉丝讲猜是妈咪鸡，他讲。
然后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空心菜呢炒好了，我们今天特别呢放少许的醋哦，因为有粉丝分享呢放醋的话呢它不会黑，这个空心菜没有炒得很漂亮，而且我去那边吃也是不错哦。第二道菜呢清炒空心菜、啊、完成。 Here's to clock in， 翁上来了哦，粉丝菜麻油鸡，麻油鸡李红讲要送围裙，围裙很麻烦哦，因为很麻烦，要寄，很麻烦要寄。等哪一天我们 custom 开的时候呢，我们才做抽奖，才跟那个 sponsor 讲送我们围裙哦。哈尼鸡，哈尼鸡，没有人要去寄，每次叫我去寄，我很难做。我每次叫安迪秀去寄，我很难做的。然后粉丝讲是豆瓣酱鸡翅哎，然后呢 ，satay fish can try satay。他讲可以 try satay fish 哎，啊翁，你这样来吧，要放这个东西。没有啦，天津哪来的？害我累死了。翁讲可以 try satay fish， 下次有客宝鸡是宫保鸡是吗？宫保卤鸡啊。第二道菜呢，噔噔，这个是清炒空心菜，今天呢特别加了少许的醋哦，等一下看我们会不会变黑哦，而且有点酸酸也是好吃，酸酸辣辣。陈世六安弟讲他每次炒也是有放醋哎，他你们去那边吃也是不错，我是好像酱快黑的。李丽讲是红枣，红枣鸡，他讲你煮红枣鸡酱快啊，一下子就黑了，你看。可是还是一点黑黑的哎，越黑好像更加快黑，还有点黑黑，不用紧啦，反正我们都是吃进肚子的。美女，星期三安弟有秀姐有开直播吗？有，来点野花酱。然后我又怕掉的。秀姐那天就去星期三去打羽球哦。你们希望安弟秀明天煮吗？前一讲三杯鸡。Hello， Lee， Cindy， Penlu， 烟化，他讲是 steam， 姜蓉七，姜蓉啊，姜蓉是吗？是姜蒜蓉哈、啊，哎姜哈、啊、姜。Mary， 然后呢？等一下我们煮第四道菜给大家开吃哦。有粉丝猜对哦，粉丝讲说每次猜对有奖品。小心啊，这个是呢 ，Billy's King 送我们的虾米。还没看很少，剩两包。对，秀姐她讲，美女傍晚好哦，空心菜很嫩哦，颜色很漂亮，真棒 ，Lenny。大家傍晚好，我们先呢把第三道菜呢炒起来。里面是什么？板关呐。嗯，好吃哦。哦哦，好吃，这个是那个冷瓜怂。爸爸没有切给我们嘛？然后我们刚才烧热油过后呢，把这个虾米呢放下去，然后就去炒这个冷瓜角，这个是沙格哦，沙格。粉丝还在猜耶，有姜蒜鸡。然后我们放下去呢，炒香它。这个煮什么？这样煮啊，怎么煮？我没有第一次看你这样子煮哎。你是包啊？哦，包给你吃啊。哦，是啊，我是以为安迪秀在包那个包。包给你吃啊。嗯。蒸罐，蒸罐，谢谢酷酷蒸，蒸罐，蒸罐。Hello， Shelly， Shelly 上来了的。Emily 也上来了，丽，我一进来安迪秀就炒一手菜哦，手脚真快。哦、这个是蒸罐，沙格沙格。有粉丝刚才帮我写了，那个名字是 S E N G K U A S 哦。蒸瓜，他讲翁讲哦，刚刚 oxidize very fast 哦， therefore have to still fried very fast。哇，这 Josephine 上来了， love your show， 炒鱿鱼也不错。林莎讲，快讲哦，可以加红萝卜哎。哪里这个？啊，颜色不错哦，颜色很美哦。哪里的红萝卜？爸爸切点红萝卜放哦，颜色很漂亮。啊、嗯，对，会很漂亮。而且是每次做那个薄饼才炒的啦。对，薄饼的那个菜，那个食材。妈咪煎手脚很快嘞。快点盐拿。妈咪煎二十分钟就炒第三道菜了。你要炸鸡很慢吗？哦，炸鸡会很慢哈、啊。对。粉丝还在猜你等一下煮什么鸡耶？
Can add carrot and mushroom 哦 ，Cindy 讲。生罐，等一下我再写一次。生罐哦，那个很甜的，等一下。这个叫生罐。请问姜汁中了是不是要放少许水耶？先问你哦。你说阿弟在讲没听到我哦。姜汁要放水吗？应该不用吧。就是他讲，如果他中了那个姜啦，没有啊，姜有水的、啊，有水哦，姜是不用加水哦，不用加水心，不用加水，每天都有好料吃哦。他讲安迪秀，你要收干女儿嘛？西西问你的，你要煮给我吃嘛？哇，西外菜是炸鸡。Good evening， 可以煮菜，你煮宫保鸡耶，可以炒糖醋哦。他讲。这个好吃，这个有点甜甜的。这个甜甜的，所以不要放味精了。不要放味精哦，不用放糖了。我们就是烧热油呢，爆香虾米，然后就把这个沙格呢，生罐呢，生罐放下去。这个做包最好吃哦。嗯，这个放包里面的材料超好吃。阿哥现在帮我们切一点红萝卜放下去，颜色更漂亮。而且这个很下饭哎。是吗？是爽的。婆人讲可以放多一点水好吃，我们喜欢吃干干的。可是我刚加卵，要给它卵先。加卵先哦，慢慢加，一下子加下去，等下就糊糊。可能不要煮太久哦，等下可以口感哦。Hi， Bing on， Jasmine， 大家陆续上来。Hokkien 讲快脚快手哈、啊。Hokkien 的快脚快手怎么讲？紧卡紧手啊。哦，紧卡紧手，我们会讲紧卡紧手。啊，先猜你是煮 lemon 鸡 ，this call fried turnip 嘛 ，turn， 怎样读那个字 ？turnip 嘛。好的，我们切好漂亮哦，爸爸的刀工一流。我们现在炒这第三道菜啊。这对他不叫我哦。第三道菜，然后等下讲哦，他会加鱿鱼丝。这个啊，嗯。鱿鱼丝，鱿鱼丝对他不叫，他不懂啊。嗯，对呀、啊。熟了吗？熟了。摸一下，这里放。好了，可以放了。哎，这个都熟了没？我知道这个。这个是生罐哦。安弟秀刚刚讲炸鸡啊，他讲那个鸡要拿下去炸。要放一点姜汁，我还没有放姜汁。嗯。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红萝卜丝也放下去啊。粉丝以为他猜对了哈，你听到你讲炸鸡，对，有炸鸡是其中一部分哈，炸鸡是其中一部分哦，他要煮一个酱料的。晨晨问你，安迪秀明天你有看直播吗？看直播。有吗？他讲明天你有看直播，没有开直播吗？我们讲不要开。哈哈哈，叫你就去运动啊，明天六点就知道他有没有开直播了。今天几号啊？谁哩？这里讲喜欢看安迪秀真正无私分享每天煮的菜肴晚餐、哦、他不会说你们要大大力分享，如果有2000人我才会煮其他给你们看。安迪秀、哎、安迪没有菜煮了啦，煮给什么给你们看。他讲安迪秀不用每天分享，都有千人在看。我喜欢吃，这里讲他喜欢吃耶，我是喜欢这个倒下，诶，你放好姜葱，那个葱倒下去的颜色也是很漂亮耶。我们炒好了这道菜哦，以前小时候呢，妈咪来包那个菜包，薄饼跟菜包好吃。菜包好吃。凯叶讲，今天轮到煮妈咪鸡了。凯叶写的。那我们先把这个呢，刚才炒好的沙格准备起来了，香哦，喜欢吃沙格哎，贾斯敏他也是很爱吃沙格，跟我们一样。这个要是做包啊，做那个薄饼就要弄那个细一点。嗯，薄饼要细一点啊，比较好包啊，软软。嗯，好了，咪咪这我第一次看你在直播里面煮哎。然后呢，谁来讲？我不吃饭哦，这样子吃就很饱了。又健康哦。又健康对吗？是啊，这个蔬菜来的啊。这个蔬菜来的，这个很而且它不会很油腻。其实吃很爽口，可以当开胃菜来吃。好了，给安弟秀拍一个照片哦。我们今天的沙格清炒沙格完成了，第三道菜。那我们跟安弟秀等一下帮我们拍一个照片哦。
这个沙格呢，刚才我们烧热油，加入虾米爆香，爆香后呢，把沙格放下去哦，炒香，再把红萝卜丝也放下去炒香，最后呢，才放这个葱段哦，点缀就可以了。安迪秀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哦。盐加盐啊！啊，加盐，适量的盐就好。要加糖了喽，不要加味。啊、够甜了哦，适量的盐，适量的盐调味。来，我们让安迪秀拿着一下，这个第一次在直播煮哦。噔噔，今天的清炒沙格完成。简单一块。嗯，简单一块。安讲哦，安哥又杀中中中了。对。哎，你有听到讲安哥中中中了？哇，雪莉才是腐乳炸鸡。我们第三道菜呢，清炒沙格完成。这道菜可以炒给小朋友吃哦，很健康。那我们现在呢，把油倒下去。你快别煮哈。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呢是刚才安迪秀呢早上就准备好的。腌这个鸡中翅一公斤，我们放了适量的酱油、麻油、盐，适量哦，腌制呢至少一个小时。然后呢，我们就在旁边备用了。然后安迪秀，你是有放姜吗？刚才放姜汁。我们刚刚呢放了姜汁哦，安哥该中中中就是姜汁，适量姜汁放下去。然后姜汁要一起腌吗？还是腌好才放姜汁？都可以一起腌的，一起腌可以哦，可以放。早上没有空。姜汁、盐、麻油、酱油呢，至少要腌制呢一个小时哦，腌制这鸡中翅一公斤一个小时以上。然后安迪就刚才加了一粒鸡蛋。对，美英讲哦，是不是煮油鸡哈、啊，麻油鸡哈、啊？有粉丝猜对，我们要先下去炸先，等一下才煮那个酱料哦，大家就要猜那个酱料了。妈咪最讨厌就是什么？不懂你要煮什么，还在等。对咯，我每次猜猜也是好，我就有。哦，爸爸吓到我。妈咪应该放什么？啊？应该放什么？没有啊，我是跟他鸡蛋跟那个胡椒粉跟那个姜汁、哦。我们刚才放了姜汁哦，然后安迪秀呢放了胡椒粉。那我们现在放多少的面粉呢？放两汤匙。两汤匙面粉，还要放那个玉米粉对吗？然后放两汤匙玉米粉，玉令上来了。我们现在煮今天的新菜色哦，大家还在猜这个新菜色是什么？我们现在呢，刚才呢，跟大家刚刚进来的粉丝们要留意了。我们刚才安迪秀呢放了盐、酱油，安迪秀今天用的是李锦记酱油，适量哦。麻油，我去找麻油一下啊。麻油在哪里呢？我在里面。麻油，安迪用的是这个胡泉益麻油，适量，然后腌制一公斤的鸡中翅，至少一个小时，然后加姜汁，一粒鸡蛋，两汤匙玉米粉，两汤匙的面粉放下去呢，搅拌均匀。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锅油炸了。今天才是妈咪鸡，几时会煮冬菜？是菜，冬菜哈，冬粉。几时有冬粉是菜哦？煮冬粉哈。泰式鸡，粉丝还有猜泰式鸡哦。放两汤匙啊。嗯，两汤匙的玉米粉跟两汤匙的面粉加下去了，给大家看一下哦，看背后先，背后看得到字吗？我看一下。辣辣的。噔噔噔噔，它背后是长这个样子的哦。这个摘可以吃的，摘可以吃哦。他讲摘可以吃，它有这样子的摘呢，就是指可以摘可以吃哦。然后呢，给大家看前面，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今天煮 Masfu 送我们的麻蜜鸡，粉丝心心念念哦。安迪秀很久没有煮过这个给他们看哦，所以今天煮麻蜜鸡。这道菜呢是骗我们家小朋友吃的，因为他们喜欢吃这道菜。然后妈咪鸡呢，它一点甜甜的，我们家小朋友超爱哦。然后后面呢，安迪秀发现到还有写一个斋字哦，就是指它是斋的人可以吃，因为没有蒜米、啊。没有蒜米。没有蒜米、哦。他点的那个柠檬鸡也是一样。啊，柠檬鸡也是一样。它没有蒜米。啊，没有蒜米。我也斋的可以吃。斋的可以吃，所以今天煮妈咪鸡。那我们现在呢？
均匀搅拌好这些酱料调味料过后呢，我们就可以放下去油炸了。然后那天呢，你记得安迪秀不是煮订好送我们的这个柠檬鸡吗？这个是摘的，我们帮大家看了哦，它的后面有写一个摘的，所以它也是摘的哦。安迪秀刚好呢，他今天看到呢，发现到它有写一个摘的图。请问面粉和低筋面粉一样吗？面粉和低筋面粉一样吗？先问你，这个是中筋啊，普通面粉。普通面粉是中筋哦。翁贤问哦，星期五的 special guest 是 female 还是 male 啊？啊，听起来还明我也是忘记了是谁。是一个男生，男生也是帅哥哦，也是帅哥。要先讲是帅哥，然后他也是。Not available, single not available. 然后粉丝讲，就每个星期给的 tips 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老板聊啦，老板嫩聊。鸡是荤的，吃斋不能哦。对对对，你不能跟鸡肉一起煮哦。可以，你要煮斋的、那个。你要煮斋的料。那个斋的那个。你要买，你要找那个斋的面筋哦。你不能跟鸡肉一起煮哦。斋的面筋 OK。我是指这个酱料哦，酱料。前你讲不可以吃，因为它是有机的。妈咪鸡给猜对呢的粉丝们掌声鼓励鼓励哦，大家跟安迪秀心有灵犀，大概都猜到安迪秀要煮什么对吗？有比安哥帅吗？有没有比安哥帅、啊、比安哥年轻啊。他室内可以选择的，大家饭碗好，比安哥年轻。两个粉是不一样哦，我们刚才放的 corn flour 玉米粉跟 plain flour 哦，那个面粉哦，面粉算是中筋面粉啊。必须该讲，请问秀姐刚才煮的豆浆焖苦瓜是豆腐吗？焖苦瓜花肉为什么焖了很久肉都不会烂？什么东西？苦瓜花肉为什么焖那么久都不会烂？那个肉要先焖啊，肉要先焖哦，肉要先焖啊，菜是容易熟啊。菜容易熟啊。他讲美英姐煮炸鸡，大家傍晚好哦，看到菜容易熟啊，写上来了，给我们让安迪秀给我们打招呼先。 Hello 安迪秀，现在比较有空了，我们让安迪秀给我们打招呼。 Florence Hello 傍晚好，傍晚好哦，先下锅油炸他先。里面还有血水是正常的哈，对啊，冰箱拿出来哦，冰箱拿出来，新鲜的就不会有血水哈，对，很新鲜，不会，所以有血水是正常的哦，不是它不熟哦，哎，不是它有坏掉哦。Mary 问你哦，安迪秀，你可以用嘴巴讲这只辣椒酱放什么是辣椒和葱头仔和葱头吗？255哦，200克的干辣椒，500克的小葱头，500克的蒜米哦。容易记。然后你要用油去搅它，不要用水啊，用水要煮到很久。生抽不是酱青吗？苏珍问。对呀、哦，一样。一样。我们习惯叫它酱油了。这个鸡翅膀是冷冻的吗？啊，对，它是冷冻的。那巴上买的也是冷冻的了，要不然他讲。一天才炸几次鸡，哪里这样多鸡翅膀？我们在 Best Mart 买的，对吗？Vinny 讲 ，Andy Shu great in cooking 哦 ，learning from you cooking skill。妈咪鸡，对，今天煮妈咪鸡哦，美哦，今天的妈咪鸡，要炸两轮要吗？要炸两轮哦。这个很快熟，快熟、啊。你妈咪鸡一包够吗？够啦，够啊、哦。里面有一斤肉的。它这个妈咪鸡里面，它是讲可以煮一斤肉哎。啊，对，一斤肉的。然后多少 gram 我看一下，多少 gram 啊？哦，180 gram， 帮大家看了180 gram。What are you cooking now, sweetie？ 我们在炸鸡，等一下呢，还要煮放这个妈咪鸡下去哦，把它放这里，待会就看得到了。啥？你也看得到。
煎煮妈咪鸡。哇 ，Mary 讲 ，Today I also cook 妈咪 chicken 呢。看到 Jenny 讲哦 ，I hello everybody everyone。Christine 讲 ，I love chicken wing。Auntie 喜欢吃鸡中翅哦。Kristen 问美女鸡沾什么粉？我去拿那个包装给大家看。我们放了两汤匙玉米粉 ，corn flour 或者是 corn starch 哦。玉米粉两汤匙，我去找一下面粉啊。然后玉米，然后呢面粉，这个两汤匙的面粉哦，它是特级面粉两汤匙，是这样子的面粉就可以了，两汤匙哦。花肉切薄一点就容易煮熟，我就跟他分享。那为什么它的那个苦瓜花肉没有煮烂掉？那个肉要焖到半小时才会黏，至少半个小时。苦瓜就十分钟就搞定了。苦瓜才不容易快软哈、啊。很快了，苦瓜。快吗？快很快了。然后 Doreen 问你 ，Deep fried chicken using high or medium heat？ 中火。Andy 说炸东西都是一定用中火的。那大火，我等一下，我黑。问问你哪里买的集中翅？好市场，好市场，这边只有好市场才有，我看。Is the mommy so spicy？ 应该是没有。没有哦，它没有辣的，没有辣的，小朋友可以吃哦。我是没有试过，等一下试一下才知道有没有辣。奇葩讲，安迪和美女晚上好，你家有房间出租吗？要包伙食的，每天都有好料吃。我明天没偷笑啊，妈咪。妈咪讲我家客房满了。Got put egg in chicken or not？ 有，我们该放一粒鸡蛋，一粒鸡蛋。我给大家看一下哦。应该没有辣的吧？噔噔噔噔，这个呢，刚才放了盐、酱油、麻油，适量姜汁呢，腌制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哦。然后呢，安迪就加了一粒鸡蛋。两汤匙的面粉，两汤匙玉米粉，然后下去搅拌均匀呢，就这样子了，就可以下去油炸了。好了，第一轮炸好了哦。很美，妈咪那个鸡中翅的颜色很漂亮哎。牛记，明天你做直播嘞，明天。牛记讲，我可以连两个来吃吗？牛记讲，我做主播，我要在那边边吃边连的。你明天有煮软骨鱼吗？软骨鱼，你也放太久不好吃呢。你困死我了，你快点拿去炒给他干。先来讲，我排第一号。我刚才的肉就干干了嘞，不好吃呀。没有，他很会困，他连这个口腔的。粉丝讲，粉丝讲有家里没有多的房间出租，他讲要包伙食的。安迪叔，问你，我用鸡胸肉可以吗？可以啦，有的人喜欢吃鸡胸肉。安迪就喜欢吃鸡中翅哦，可是为什么鸡翅膀跟鸡中翅什么不一样？鸡翅膀那个前界那边不是硬邦邦啊，它连在鸡中翅硬的不好吃。所以就没有。要看这个比较贵啊。哦 ，Julia 问哦，安迪秀 ，chili sauce 要拿去煮吗？要哦，这只辣椒酱要拿去煮的哦，煮到它出油哦。那出油才会香，你没有煮。不要加水，粉丝们不要加水。搅啊，放水要煮到很久。他讲，阿丽讲，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想安迪秀，因为安迪秀都会给我煮菜的灵感。所以你要去买什么菜？要去买什么菜是吗？那个。Rich 讲 ，I have no idea what to cook for tomorrow, but after seeing your mom's cooking, I got idea 了。Thank you。只是我在伤脑筋了，不要煮什么菜。然后呢，徐莲讲她今天煮南姜鸡很 yummy 耶，非常好吃哦。我煮好了，可以轻松看直播哦。浪上来了，为什么最近我收不到通知啊？徐莲讲。你们可以教苏兰怎样子去开那个直播通知吗？因为有粉丝都开得到了哦。
张太讲我也是喜欢吃妈咪耶。阿仙 ，tomorrow you meeting in KL but be online 啊，讲要帮你们回信息对吗？炸鸡好香哦。然后上次有粉丝分享哦，这个炸鸡呢，之前呢，你可以拿去浸泡冷水，就可以去掉那个血丝哈，对吗？炸鸡很香哦，像其实这样子吃的已经很好吃了哦，妈咪。你想，哎，留几个给天津嘛？对呀、啊，可是那个是不是更好吃？天津，等下那个是不是更好吃？甜甜，留几个天津吃？这样不是更好吃？哇 ，produce a lot of good chef with her great cooking lesson。对呀、啊，我们现在呢线上有很多厨娘哦，师妹，辣椒酱能收多久？要放雪藏哦，冷藏它，雪藏它，然后至少可以收半年以上哦，因为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呢，没有调任何防腐剂呢，记得一定要放在雪柜里面冻它哦。鸡中翅一公斤多少钱啊？18哦，安迪秀买一公斤18块。美女，炸鸡翅膀也是这样腌吗？会脆吗？我可以问你，炸鸡翅膀是这样子腌吗？这样烧烧吃是会脆哦。嗯，这样烧烧吃就很脆哦，冷了当然。里面有水分啊。对，冷了过后水蒸气有水分就会软哦，所以这样子吃也是很好吃的。我们家小朋友这样子也是很喜欢吃。我们现在呢，哎，妈咪，你第二轮的那个血丝比较多。泡醋水一个小时，谢谢六安弟分享。Can repeat the recipe of chili sambal？255，记得255哦，200克的干辣椒，500克的蒜米，500克的小葱头。How to find your previous recipe? Cause I didn't write down。你可以在这一个直播里面找哦。这个直播里面找，给你看一下爸爸做了什么哦。你是爱人。噔噔噔噔！有人最爱的哇，有没有很漂亮？爸爸自己准备的番石榴，然后放上呢这个我们最喜欢的这个酸梅哦，酸梅果，然后呢这样子自己沾着吃很好吃哦，大家可以在这里准备，然后可以解渴又解凉。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酱汁啊？酱汁啊，酱汁 ，Must Food 牌子。但是我念错，还有粉丝提醒我，他讲叫定好，不是顶好，是定好。定好，嗯，很好吃哦，喂妈妈哈。嗯哼，嗯哼哼哼，噔噔，没，真好哦。不用讲，阿仙 look up the roll up. I have cooking tip for you with regards the last Friday creamy chicken. 有看到了哦，我有看到，这样子煮那个鸡，那我们煮那个鸡胸。嗯，连我们上个星期有煮的鸡胸。那个意大利那个鸡蛋的、啊嗯。你们希望哦，嘉宾是帅哥还是美女啊？还是要找安哥安弟来？都可以。你问你，请问需不需要炸两次会比较脆吗？冷了会不？不用哦，一次就好。我们这样放这也是绝对的。嗯。这个这样融下去，裹裹一下，人家吃了是软软的。还有肚子饿不也是拔了哎？想肚子饿不也吃那个番石榴？对。我都照吃啊，我最近肚子啊。我吃一个，哈哈哈。还有一个，你要吃鸡哈？太多那个包鸟，没有在上面，在上面，我看到拿上面的包有那个小棉花，快点炒过。请问你炸鸡放什么粉？2汤匙玉米粉，2汤匙的面粉。都讲哦，番石榴放陈皮也是好吃。太协调了。孔妮讲，给我猜对了，是炸鸡翼哦。炸鸡翼是其中的前奏，还有后的步骤。妈咪拿给他们看一下，给粉丝看一下。
噔噔噔噔，让安迪秀拿这下。噔噔，安迪秀在做什么嘞？这个是妈夫送我们的妈咪鸡。嗯，吃素的人可以考虑。嗯，然后自己去买那个面筋来煮。恭喜恭喜，猜炸鸡的粉丝们呢，猜对一半。猜妈咪鸡的粉丝们呢，也给自己掌声哦，因为你猜对了。嗯，请你讲，我觉得爸爸安克是隐藏式高手哦。安克以前呢是煮椰子餐给安迪秀吃的，所以你讲他厉害吗？有重点是问妈咪，妈咪，爸爸煮的椰子餐你有吃完吗？有啦，都累了要死，不吃。气讲都可以，只要煮新菜就好了。哈哈讲，有帅哥看就最好。哈哈，有帅哥看最好啊，讲。你鲜肉看好吗？可是煮熟人很少有看到小鲜肉的哦。应该很少吧？很少，都是那种哦。有吗？没有懂。老板样的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年轻很年轻煮的都是煮创意料理。那种都是有那种老板样了的，全部自己的那个什么，都有自己的事业了。对，自己的事业了的。嗯，他们很多上节目的都是已经有自己的事业的。我们今天第一道菜呢，煮了那个茄子豆炒蛋。第二呢，煮了青炒空心菜。第三呢，煮了青炒沙格。我在偷吃我的这个。水果有礼物吗？猜中没有耶，猜中给你掌声，妈咪来我们拍掌声，粉丝猜对的有掌声，气死了，很厉害蛋，是哦，周末节没有看到 Andrew 哦，对哦，粉丝讲 Andrew 没有在线上，大家已经习惯了 Andrew 每天在线上帮我们回信息，对吗？ Welcome 每次有新粉丝在线上呢， Andrew 一定会写 Welcome 现在粉丝们也是会写 Welcome 嘛，喂，有没有新粉丝在线上呢？第一次进来看 Andy 秀直播的，哇，莲花讲我刚回来，傍晚好，师妹你今天少了叫一个男的哦。有啊， Andrew 没有在线上啊，我看到大家在写啊，然后粉丝有时会吃醋哦，他讲为什么每次都叫到 Andrew 没有叫到我的名，鸡中吃一斤多少钱？ Nancy 问你哦，嗯Andrew 没有在线上，大家讲要去报警啊。He scared I go find him is it？Cindy 讲啊，大家讲要去找他哈。妈妈讲好可爱哦，大家要去看 Andrew， 昨天有粉丝讲要去看他 Andrew 帅不帅，他今天怕到不敢上线了。Candy 讲猜对有礼物哦，礼物就是满足感。Candy 你的围裙还在我这边呢，你其实有朋友可以帮你拿进去呢。我们的第二轮的炸鸡呢，炸好了， Andrew 进来了哈。I miss the show， Andy 就好可爱哦。下次呢，大家猜对就让安迪去跟大家鼓掌鼓掌。我妈妈也很喜欢看你妈咪下厨哎，是大奖。安迪秀秀很可爱哦。Andrew come already， 你是讲没有回答。很漂亮哎，我们的鸡炸到很漂亮。哇，面粉很松哦。啊，面粉很松哎，它的比例。因为它有炸面粉。哦，它这个这个面粉跟那个玉米粉掺在一起哦，它的表皮也是炸到很漂亮。要是你们炸那个香蕉糕哦，上次那个马来蛋我看它炸得很美哦，很好吃。我问他怎样放料，他就讲了一斤肉的面粉，一包那一斤肉的面粉和半斤肉的那个一加工粉哦，加工粉啊，所以就是他们比例是一包一包，
哦，就是变成你放两汤匙玉米粉跟两汤匙的面粉，就是这样子。他们做生意就是一包一包，因为面粉是一斤肉，那个腰粉是半斤肉。哦，一包一包非常刚好的。原来妈咪是这样子偷吃来的哦，她的面，她的。妈妈，这里的比较好吃。哦，妈咪，现在你们知道以后要这样子问大厨了。哎，为什么你这个酱好吃？你怎么煮的？是吗？那只问他。对。然后呢？对，摩根讲哦，他第一次看直播，给大家看。Hello， 我们的新粉丝线上，摩根，欢迎你哦！炸到黄金色，有没有很漂亮？炸三角鱼的很好吃的那个面粉。对，我们刚才第一道菜呢，已经炒了炒蛋哦。第二道菜呢，清炒空心菜。我们好吃，我们可以问啊，周末你的文件好吃。嗯，我们第三道菜呢是要有老板娘喜欢讲啊，对。第三道菜是清炒沙格。安迪就用什么锅？这个是风锅。他讲昨天忘了看妈咪煮菜，大嫂上来了。大嫂，你的月饼好吃吗？他昨天拿到月饼了啊，阿贵的爸爸特意拿给他。炸到金黄色，很脆哦，好好吃哦。我们现在准备妈咪酱了。May I know the oil can use back after deep fried chicken？ 他问你那个油可以再用回去吗？可以啊，没有哦，黑啊，可以再炸东西啊。如果没有黑呢，可以用回去哦，黑了就不要了。可以啦，这个台可以再炸。我们现在呢，烧热油爆香蒜米，所以如果是斋的粉丝们就不要放蒜米，对吗？对，嗯，一公斤多少钱哦？鸡中翅。18哦，得啦讲，如果我是站在旁边，那盘鸡就变一半了。喂，敲敲敲敲敲敲敲，我们要做一次，妈咪。我会这样，敲敲敲敲敲，不可以吃，不可以拿，等一下不可以进来，我要拍照一个洞。没有啦，开玩笑啦。鸡中翅买多少钱啊？18块啊，马币哦，一公斤。新加坡呢？Mary 讲12块哦 ，Mary 你的90是指什么？90个呢，还是900 gram？ 什么东西 ？Mary 讲新加坡的 NQC 有卖鸡中翅，很便宜啊，一大包，还有12块。我每次两斤肉，哦，两斤肉哈，他的那边都是两斤肉。嗯，他讲月饼好吃，谢谢妈咪先。他讲鸡翅要怎样看熟跟不熟呢？它快熟了。立问你，它有温度了，那是熟了的。很快熟哦，安迪秀讲很快熟，其实看到金黄色就可以拿上来了。它有温度了，它是熟了的。哦，嗯、怎么会有流出来？小心啊！好菜，我拿大咖。啊，好菜，还好你有心。好菜，好菜。那我们爆香的蒜米。好菜。恩讲，如果我在场，鸡翅胜骨。哈哈哈哈哈！保证以后粉丝不可以在线上呢，站在安迪秀旁边看着他煮啊，因为等一下煮到最后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鸡翅啊。我们把整包的这个妈咪酱呢倒下去哦。要加水吗？不用了哦。很美，那个颜色很漂亮哎。看一下什么味道。安迪秀要 try 一下。对，打橄榄剂。哦，新加坡一公斤8块耶，这边18块哦。甜甜咸咸，甜甜咸咸，不用加任何调味料，对吗？嗯。哦 ，Mary 讲一公斤12.9块。新加坡啊？嗯。NQC。Lau 问哦 ，What sauce is mom cooking for the chicken wing？ 妈咪鸡？哎，那个酱料的，找一下啊。啊，纸袋在这里。我们的妈咪鸡酱料，这个是订好送我们的妈咪酱料。如果呢你本身有吃斋的话，你就不要用来煮那个鸡肉哦，因为它有一个，他讲这个斋的人可以吃的，这个酱料呢斋的人可以吃哦。他讲 Singapore everything expensive。 哦，忘讲 depend on 它是大的还是小的，什么东西，那个炸鸡。他讲我婆婆也有煮沙格，你可能留两个给天津。嗯，留一点点给我的家小朋友。美女，这个中秋节有月光直播吗？要看那个月光有没有躲起来。关火啊！熄火了。啊，我们熄火了。安迪秀刚才把这个妈咪酱呢煮热过后就熄火了，然后给它均匀搅拌一下，捞一下。
这个是定好的牌子，新加坡应该有卖哦，大家去找一下 Mass Food 的牌子。这个是赞助商送我们的，然后我们均匀搅拌后呢，也很美，妈咪颜色很漂亮哎。这个拿掉，等一下我帮你拿掉一下。妈咪啊，是烫的，烫的，拿那个啊，吓到我，你给它烫一下。Andy Shu， 你是阿嗨的姐姐吗？对，没小心烫啊。是的。他讲 sauce 可以在 NTUC Hypermarket 买哦，汪分享。谢谢汪分享。汪每次呢，他每次呢，大家跟他讲什么找不到哦，他就一直去帮大家找哦。哇，好像很多。上次那个兰花酱油呢，汪也发给我，阿 K 蛋也是有发给我。Is it salty？ 他问你是咸的吗？咸咸甜甜。如果吃素可以用杏鲍菇代替鸡翼哦。是哦。对，很聪明。Hello， Jess， 看到 Jess 上来了。然后，Jess 刚才我没有看到你哦，刚刚看到你。哎，那个你的。One packet sauce， how many chicken wing？ 一公斤。这个比较小个，有差不多。一公斤哦。也是大个。有18个，这个小个有20多。大家可以算呢，它是一公斤左右就可以了。新加坡没有卖妈咪酱啊？应该有啦。Yeah. 住哪里？我们住在新山。哇，我觉得天气会，妈咪吓到自己。没有，滚在地上。好了，我们煎的漂漂亮。哎，它里面还骗妈咪。这里是马来西亚直播吗？对，马来西亚新山的。看到 Penny 上来了， Penny， 我们煮这妈咪鸡，不用放麦芽糖吗？不用，它里面有那个麦芽糖的成分了。它已经有麦芽糖的成分了，像是蜜糖的成分啊。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哦，妈妈们都有做工的话呢，很忙哦，可以煮这道菜再加，比较快，对吗？因为骗小孩子吗？对，这道菜是骗小孩子吃的，因为它有点咸咸甜甜。汪讲，这个妈咪酱呢，在 NTUC 有卖。OK。好了，哇，妈咪要撒你的那个芝麻吗？很漂亮哦，我喜欢吃这个。撒一点，这个是炒过的芝麻。漂亮哦，这个是专骗家里的小朋友吃的。对，汪讲在 NTUC 有卖， NTUC 有卖。有啦，他应该都。陪你讲 ，Love this chicken wing 哎，秀秀哪里人？哪里？妈妈，你的弟弟是不是叫阿嗨？对。新加坡有定好的酱料。那只要定好了，不是定好了。定好，还好粉丝跟我讲，我讲错，念错。新加坡有卖哦，粉丝讲新加坡有卖哦，大家找到的话呢，明天跟粉丝们分享，小心烫啊。他讲炸过的食物吃了会喉咙痛哦，记得喝多一点水。好了，我们今天的妈咪鸡完成，最后呢，让安迪秀呢做他的招牌动作。拜拜，叮叮。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